欢迎大家来到 Best Match 不专业开箱。最近真的出了很多的新玩具啊。那我们今次开箱的就是这个 HG 扭蛋蒙面超人 Batson 和这个蒙面超人 Brad 啊。今次这套扭蛋的阵容真的相当之强大和梦幻。同时将 Batson 和 Batson 版的影月还有 Brad 和影月一口气出晒。可以说是黄金级的阵容啊。咁当然啦，都是因为呢个咁靓嘅阵容咧，先至会买嘅啫。如果唔系咧，以翻之前 HG 蒙面超人扭蛋嘅质素，真系坐去都傻啊！咁呢套扭蛋咧就会喺今晚16号夜晚嘅12点咧，就会喺会员大抽奖里面就抽奖送出嚟噶啦。咁就会抽出两位嘅幸运儿，送出呢套全新嘅一套扭蛋。所以记得咧，快啲喺12点钟之前加入成为会员啦。相关嘅详情咧，大家可以睇翻呢条片啊。咁时间嘅关系，我已经将4个角色咧都砌好啦。我哋就先由 Batson 开始睇起。Batson 嘅做工咧，竟然比我想象之中好，因为本身 Batson 嘅身上设计咧都比较复杂下嘅，冇谂到呢个 Batson 咧都做得咁好，至少咧就冇出现一啲我预计中嘅问题啦。咁当然条腰带上面嘅细节咧都冇话做得好仔细嘅，不过始终都系扭蛋嘢，呢个程度咧我都算系可以接受嘅。之后就到 Batson 版的影月啦。今次呢款影月咧就系以身上面有两条空剑嘅形态嚟推出嘅，整体嘅做工都系唔错嘅。脚胶嗰度咧，我估应该就系用喺左脚嗰度，但系我自己用完之后咧就觉得放喺右脚嗰度会企得比较稳。其实咧我自己都搞唔明究竟呢个脚胶系用喺左脚定系右脚嗰度。之后第三款咧就系呢一个 Brad 啦。坦白讲，做工同埋上色嗰方面咧系唔错嘅，因为呢啲扭蛋咧好易喺啲好细嘅线条嗰度就会濑嘢噶啦。但系呢款 Brad 身上嘅线条咧都做得好好啊，下半身脚嘅部分、皮套嘅接痕咧，佢都有还原到嘅。最后就到呢一款影月啦，手上面嗰把剑咧就好似 SHF 咁样啦，直接咧塞落只手嗰度就搞掂噶啦，咁都好简单啫。成只影月嘅上色咧都有啲金属感嘅，都做得唔错。可惜嘅咧就系螺友位嗰度就有啲花痕喺度啦，咁啊真系有啲可惜啦。整体嚟讲咧，呢套扭蛋的确系有 HG 嘅水准，唔似得以前出嗰啲垃圾 HG 蒙面超人扭蛋。不过可能姿势嘅关系啦，摆埋一齐嘅时候咧 ，Brad 就突然矮喐半个头位，搞到并排嘅时候咧就有啲怪怪地啦。价钱方面咧，我就系150蚊入手嘅，以净系得4只扭蛋嚟讲咧，其实系有啲贵。不过 Brad 身再加埋 Brad 呢个阵容咧，真系太香啦，好难唔入手啊，真系。不过建议大家入手的时候都要衡量翻价钱啊，唔好过分咁去食炒价啦。咁如果对自己运气有信心嘅话，更加可以立即加入成为会员，参加今晚嘅会员大抽奖，话唔定你就系两位嘅幸运儿之一啦。咁今次嘅开箱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如果有咩问题或者心得嘅，都欢迎留言俾我。咁我哋就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